轉咗個 B 字出嚟咯，而家。咁啊，如果你打變咗嗰啲星形咧，其實做出嚟咧就會係呢一啲嘅質地嘅 X 呢一個。係啊，就會轉化成咁樣噶啦。我哋用呢一步出嚟。係啊。咁我可以用乜嘢？咁特別咩？呢個位置咧？要行一行嗰個外面個人啊，咁你看看他們搭建那個，所以它好像起樓一樣，它周邊是這樣的，一會你整好了可以拿出來看看。因為它如果整爛了，前一半裡面就是這些東西。是的，沒錯了，沒錯了。它就在這裡，接著下去，回下去，好了，現在噴頭了。剛才你們那塊膠板在這裡，是吧？這塊膠板好過公仔嘅喎，我擺喺度先。擺完之後咧，我哋又將佢乾落去先，佢匿埋咗啦。它咪定咗型咯，佢仲要點啊？因為有少啲。